你翠花，我带你来是抽这种无一桶的，不是来拔秧苗的。谁拔秧苗啊？懒得理你啊，这田螺我自己捡。田螺？那玩意好吃。哎，你，这哪是田螺，是福寿螺，不能吃的。啊，这么大不能吃？很多寄生虫的。可惜了。走啦，来啦。哇，快点再养鱼！肯定啦，不然怎么叫活鱼张志？这鱼不大，大在水里啊！来来，帮忙，哎，打条线，打条线，慢一点，杀鱼，嘿嘿，哇，这么大！等等，走，兄弟，你这活鱼张志只能上小的，这脾气不够力嘛，下次换大的，要换大的。哇，喂，跑了，啊，杀鱼跑了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什么？我们的线。吴爸，你急什么？哎，在我手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知道吗？你这样，这线怎么会被拉出来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脾气没绑好，很乖。明天中午请吃饭。好，我顺带个人过去。带我去吃饭。恩长，你够义气。对了，谁请吃饭？阿尤啊，带了个女朋友回家。阿尤，他都有女朋友了。你看我还单身。哎呀，用左下角妹妹 APP 啊，上身就匹配10个纯真的单身美女，不用加好友，直接一对一视频聊天，头像和资料都是认证过的，现在美女多男的少，女生会主动找你聊天，相中的机会很大。我就下一个。对了，你想多了，明天我不是带你去，带你。哎，哥啊，我想吃叫花鱼。吃，就知道吃。就我一个人在家，你送两条鱼过去给他。再跟你去了，我去搞点黄鲤。要黄鲤干嘛？做叫花鱼。你这一刀子嘴豆腐心，我再过。邱伯伯，我跟燕窝把鱼送过来。什么恐惧啊？有个下来抓。这么大条应该够吃啊，腌制一下。青椒、红椒、姜片、洋葱、葱、腌制料，抹一下，腌制半小时，可以了。抹上黄泥。来啊，喝一下，来。等等，这看见了不？出窑。飞哥，你把拆掉，好。好嘞。哎呀，哥，这什么？虾子都看得出来，这叫花鱼啊！我就知道我哥最好。得了。哇，哇哥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怎么又补酸菜味？我没放酸菜啊。你在黄鱼的时候是不是没洗脚？是没洗。好你个口水杯，你就这样吃了我，真是很香。